小可爱，小傻瓜。你看，这有点小。哎呀妈呀，太小了这个。沙光云还有点小，他至少得长这么大啊。这差点给我一脚踩嗝屁了啊！在这儿，直接拿下。看这大肉，真黑呀、啊、这玩意儿。看一下这是不是海螺？三二一，走！哇，好漂亮的壳啊，啥也不是，连个八爪都没有。大海虹，哎呀，这海虹就真大。哎，没想到现在还能看到这一串海虹，这基本上冬天的时候才有。放吧，这有意思哦。他这干饭干饭干一晚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他这两钳子呢？钳子没有了，这还是个大公蟹呢。哎，有点可惜了，放了。我也不想要不带钳子。走吧，今晚其实我来也不是为抓他，我就主要是锻炼一下我的那个技术有没有慢。哎妈，糟了，他跑哪去了？在哪呀、啊？哎，在这。越小越灵敏，算了，不要了，走吧。发现一个智纹螺，我跟大家讲哈，一到夏天的时候，智纹螺就特别多，因为这种螺哈，它就吃腐烂的尸体。你像夏天很多的海鲜就臭掉烂掉，就是被这种螺吃掉的。嗯，这种螺是有毒的啊。这叫一串，这又来一串，哇，这个，哎呦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藤壶，这藤壶真大，上面全是藤壶，看到没有？这，而且这边还有个海葵呢。这螃蟹天天在这海里，天天也游累。你看上蹿下跳的，海葵在这儿啊。今天这都不要，往里走 ，Go。这千妮大晚上独自一个人，这单身呢。这，哎呦，睡着了。这家伙啊，千人捏为什么叫千人捏？我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就因为它的壳特别硬哦。天哪，一千个人，据说是一千人，就是捏它都捏不碎。哎呦，壳特别硬，但这不好吃啊，没啥肉。就是个玩耍的东西，走吧，直接上手啊！海葵兄 ，come on， 我来了。哎，这不用扎，因为这个是在沙地里啊，一下就出来了。但这确实太小了，放了。相信我，看这家伙动，我就能找到他。你看，长脸线，长得跟个驴脸似的。我也不抓你哈，你跑什么？真的是长那么丑。走吧。那给你个绿豆芽。这海螺壳真大哟。哇塞，哎，它里面住了一个海葵，看到没有？这海葵在这儿，滴拉的。这海螺要是带肉的话，这个海螺至少得8到9两。你看，跟我这拳头差不多似的。这是侧翻的啥呀？这我看不明白。猫眼螺、鸡翅螺，哎呦，今晚上鸡翅螺真多。看这大胖肉，哎，鸡翅螺特别贵哦，这鸡翅螺好几十一斤呢。带上，很香。你看这大晚上这俩鸡翅眼还不老实。这俩在讲啥话呢？干啥呢？也不知道。你看这两个，你看，哎呦，张长李短的，这辣壳的，这就不要了吧？不打扰你们。哎呦，你看这肯定是公的，这肯定是母的，这一看就很有保护的那种表现哦，纯爷们儿，走。